夜系长围，这个围就是绳子打结啊，绳子打结叫做围啊，意思说我让你夹看掉请求十二怕干，从此永断，这里十二干从此就断掉，围就是绳子打结啊，那谁记得起环绕怕干，从此永断。是细瓜之前呢，不带欠而弯弓，细瓜这个瓜就是包容，这细瓜之前，那就这个救度众生呢、这个之前就是只要能够往生净土的方法，对，续瓜之前，这瓜就包括一切，我去把那个胎丝卵化都把它啊收回来，续瓜啊，连续的啊来实行这个佛陀的本愿，普度众生，不带欠额弯弓啊，不必苦欠众生，不必经过众生苦苦的这个弯曲，即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念佛法门，这个念佛法门即将啊，不要在弯曲的情况啊，一次再一次啊，一次再一次的啊，经过很辛苦的还达不到目的，不必这样，不必经过弯曲，直接就是不带欠而弯弓啊，不必经过很辛苦的苦苦的劝告你啊，表示净土是直截了当啊，经过无量的波折，不必这样。是劳谦善让啊，劳谦善让、啊、这个努力，劳就是努力，尽心尽力于谦虚啊，修德，而且很善良，而且啊互相的啊包容退让啊，在普贤而同德，在就是居安住的意思，就会安住在这个普贤的位置而同德。啊，有的人讲说，这个师父这个斋可能是齐哦，整齐的齐，不对，就是斋。斋的意思就是居的意思，安住的意思，安住在普贤的位置，行这个十大愿，同德啊，跟普贤菩萨赶快向你有对应，信归三盖啊，意识尽言，超过一切的语言，你用现在的语言都不能形容，意识尽言。啊，胜过三界，超过一切的言。啊，这个往生论之所以难呢、它用词很艰涩，还、没有。哦，因为你啊，一千啊无看过，所以读起来，它困难。那好了，那么师父的这个，不要让他太累，差不多。啊，今天上了啊，也不少页数。所以啊，我们早一点休息，下课。二十一页，请拍开二十一页，第一行，究竟如虚空，广大无边际。这两句名叫做庄严量光的成就，分不所以起出庄严量光的者啊。本所以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要起这个庄严量功德啊？就是为什么，所以佛本所以就是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下面说他就记得三界狭狭，就说三界啊，那是真小的对哈。堕，这个堕就是一种毁坏的意思啊。简单说就是那这三界来啊，就是会生灭，会变异，会毁坏的东西，什么事情都会坏啊。所以说三界来下面说行，一个耳朵在一个镜子，这个念行 C-E-N 行，我查这个词汇啊，叫做年绵三脉中间断绝的部分。而这个山呢、绵绵，但是中间有断掉啊，中间有断绝的部分啊，绵绵的山脉啊，中啊短抓的部分就是行。底下一个叫做培 ，P-A 培，培我查字典就是高大的意思，那山真高呐，拍背啊呢啊。
下面讲竹，植物竹，竹就是海上的小陆地，叫做小舟啊，一点点的小舟。下面讲或公关或者啊，所以啊，那个念伯泽，有的念破泽。这个破泽啊，泽一个炸在一个错部啊，那个念泽，知阿泽啊，知没有减舌的啊，没有减舌，知就是这个知知啊啊，而不是那个叉子的知，是这样的知，知阿。则恶生则压迫的意思啊，今天呢、啊、有很多字啊，那个都要查词汇的，所以啊啊，这个也破则就是讲压迫的意思，公关就是讲啊厝的大了是有啊真压迫啊呢哈，或者是土田逼爱啊啊简陋，或者是说哦锦绣啊呢，这个爱就是小的意思。或自求入处，自就是希求，希望啊，希望会当求啊，求这个啊、这个入处啊，这表两种意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路啊，小狭小啊，狭小啊，极乐世界短啊，那么啊，处就是短小的意思啊，秀啊，那是极乐世界的短啊。就来山河隔障啊，这个山河啊隔障有障碍，有障碍啊，各界分布有如此等种种诶聚集式的说法啊，三界来代志都是这样说法。释迦菩萨行处庄严量功德愿，讲愿我国土如虚空广大无际啊。希望讲我这个国土啊，亲像虚空渐大，一望无际，亲像虚空原来生者，哦，就是讲啊，来往生极乐世界，虽然真济啊啊，亲像无安呢，因为本性啊，一就是无量啊，无量就是一。那么，咱大家拢会烦恼讲，这么济人来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会对一位，无问题。哦、好几只开始啊，极乐世界啊，就如虚空者，讲来往生极乐世界人，虽然有真济真济，但是啊，参无共款，因为本性起这个作用嘛，啊，讲广大无际者，心胸如虚空的意思，啊，何故亲像虚空呢？因为广大无际。成就就是讲，十方的众生往生者，若已生，若已经往生，若今生，就是讲，哦，这个时阵啊要往生，若当生就是未来啊。那虽然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，啊，毕竟亲像虚空安尼，广大无际，哈、啊，将无满的时阵，就是讲，极乐世界，你个往生较济，也无一间讲会人口爆炸，啊，免惊无所在通住呢。讲是故言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文案，亲像啊，有人安尼问啦啊，亲像为摩诘居士迄个方丈，就是已经处啊啊，长跟宽都是一丈啊，小小的啊，但是就包容有余啊啊，包容古鲁班的塞珠子啊，这为摩诘经里面讲啊，因为作者人啊菩萨来到为摩诘居士迄个所在哦，伊向当兵借偌济塞珠子来。结果啊，敢那方丈迄个房间，那照常容纳得下，因为菩萨嘛，伊是维摩诘居士是佛嘛，啊，所以你搁较大来，对底下即个咱人目睭看是方丈是，唔过内面照常对的，所以包容有余啊，何必国界无珠呢？啊，有这个珠啊，就是限量的意思，啊、何必就讲像极乐世界啊？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这个维摩诘居士跟他方丈是伊的包容，由于伊何必的国界这么多啊？哦，无一个界限呢？啊，乃称广呢？啊，答案。所以讲，广大并不是讲一直以西完西的较早五十亩地为西，
碗是三十亩啊。以前计算田地的时候，五十亩为一个单位，三十亩为一个单位，五十亩叫做西，一个田在两个图，那个叫做西，一个田在一个碗，那念碗，西碗就是五十啊，三十，这几个单位。那譬如并不需要用这款来做单位，但言如虚空，也何雷方丈呢？也这个雷就是又怎么会阻碍啊这个方丈呢？啊这个雷啊怎么会阻碍呢？啊小可以容大吗？所以方丈以及的包容啊在狭而广，就是对狭小来说广大啊，是对小来说广的。那么如果对菩萨佛的话，那么小就是大，大就是小。所以说方丈弘中之所包容，在狭而广，以及秀东哈的是多公，何论果报？其若在广而广也。何就其实，其实底细啊，这个叫做何，一个西在一个角啊，那么其实底啊，这是何论果报？这些其实来论断这个果报，那怎么会是在广啊？啊，论断这个广呢，意思就是说大跟小都是同一体性的物件啊，不是广才来论断这个广啊，小人容大，大就能容小。也并讲正道大慈悲，正道大慈悲，出世现今生，这两句名叫做庄严性功德成就。讲好了。本好果来起这个庄严呢？佛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好果为什么伊要来啊？建立这个这庄严呢？啊，正道大慈悲出世现今生呢？伊讲啊，看到这个国土，因为爱欲果，所以有欲界。你这里因为攀厌禅定，攀厌这个禅定啊，这个厌就是因为厌恶欲界。所以他攀岩上面的，所以攀岩就是喜欢的意思，喜欢禅定。所以攀就是说往上攀，因为欲界是痛苦的所在，色界是有禅定，所以伊就攀厌就是厌离这个欲界的痛苦，色心的痛苦，所以伊就厌离。所以这个攀厌，攀是对上界讲的，厌是对下界讲的，所以就往上面啊修禅定。因为攀厌啊，禅定果喜欢禅定啊，叫做攀厌啊，那么变成有色界，有色界跟无色界。那么这个三界拢是有漏啊，有漏就是烦恼的众生啊，邪道所生啊，就我的所生。长情大梦，定定伫迄个六道轮回内面啊，永远袂干哦，莫知需求，伊袂想要救出来的着。是故行大悲心，愿我成佛，以无上正见道起清净土，出离三界。所以啊，佛就看到这娑婆世界痛苦，伊就嘛建立这个极乐世界清净。所以行是本意啊。讲言之净土是随顺发生啊，啊，讲这个净土是随顺咱这个本性，不为着法的根本啊，不乖法本，并没有违背法的根本啊。意思讲，极乐世界伊是顺从本性所建立的，并无违背的本性。书中华严经也思想甲华严经同款啊，不往如来兴起伊。啊，又讲即色生性，即色就是累生累劫修这个功德智慧，哦，所以即法藏菩萨是集诸波罗蜜，波罗蜜的告彼岸，波悉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法界波罗蜜等等，修诸种种的波罗蜜，即色所行，也讲这个性，那么是讲为本性出来。是慎种性啊，慎种性，这慎种性就是本性具足
本来的圣人的啊这个本性。续法藏菩萨以示自在王佛，因为这本经是讲无量寿经的讨论问答啊，是往生论，就是讨论无量寿经里面的内容，假设问答，所以一切行的功德无量寿经功，无量寿经的续分当中禅道啊，续就是无量寿经这本经典，也就是续分开始的地方就是续分，即法藏菩萨的第四祖在王佛说，我的无心法力，迄个时阵为名叫做圣种性，第这个性种性当中啊，发四十八大愿，修这个极乐世界土，那么叫做安乐净土，是比因中所得，各歌中所因啊，故名为性啊。有言性是必然义啊，不该义像海性一味啊，众流流者必为一味。好，海味不随必改呀，不随必改呀。也亲像咱人的心性不清净，种种妙好色香味味啊，来食了咱这身躯啊，放出来往那臭啊，那入心改为不净，咱的身躯垃圾。无论你今仔食山珍海味偌好物件，放出来拢臭的，不清净的着。要那安乐净土住往生者，无不净色，无一项无清净，无一项不是清净心，毕竟该的清净并并无有发生。因为极乐世界清净性成就过，所以正道大慈悲出世神经性者平等大道呀！啊，这大慈悲呀，而且出世神经那是平等法，平等所以名叫做正道平等，就是诸法的体相啊！啊，平等就是男女平等，善恶平等啊，世界破戒平等，天地平等。烦恼菩提平等，意思是讲无去动到这念头，哦，当下就是这个思想空一切相的物件，当下一切皆如，啊，当下一切见善也如，见恶也如，见仙呐 不执着，见恶不恨，这种平定的了。所以诸法平定，果发心平定，发心平定，所以得的平定。得平定，所以大慈悲的平定，大慈悲是佛陀的正因啊，佛陀的正因，意思是讲，咱若是要修行，第一个爱慈悲，而且爱加一个大，大就是绝对没有条件的慈，没有条件的悲，慈就是讲要让众生快乐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一定要让众生快乐，要考虑众生的立场，不要考虑我们的立场啊。慈啊，悲呢，就是众生有苦，我们要拔掉他的痛苦。所以啊，这个大慈悲啊，是绝对的让众生快乐，也绝对的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解救他的痛苦啊。所以大慈悲是福德加因，那么慈悲心的人啊，做福够多都不足给，那也讲么幸福呢？啊，所以讲正德大慈悲，慈悲有三言呐、啊。第一，众生言是小悲，什么叫众生言呢？平常时啊，常在众生结一个和言的，结一个和言言呢，啊，小悲，小小的慈悲。第二，法言是中悲，法言就是拿这个佛法跟他结缘，这个还不算是很慈悲，还是中等的慈悲啊。也法言啊，用这个佛法来给结缘啊，这是算中等的慈悲啊。伊要修行唔修行，那么都是随缘。那么这算中等的慈悲啊，可以离苦得乐啊。上界多叫做无言的慈悲，无言就是救度众生，精进不暇，无任何的条件，只有付出，无什么修得等啊，就无言。言就是条件。没有任何条件的，没有任何条件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！这大悲就出世先呀，安乐净土讲出大悲先果，所以叫做出大悲为净土之根呐、啊。所以讲啊，出世先根性。下边讲净光明满足如镜涅槃轮呐，
这两句啊是庄严形象，功德成就。佛本所以这个佛为什么要起出庄严功德呢？啊，下面啊，啊，这个要注意听哈，这离不有点难。见日行四义，光不周三方啊。见就是看到了啊，看到这个啊，为人一天行一旦达到四个区域，四域的四个地方啊。可惜这个光没有办法照的其他的山的地方啊啊，因为那里头一旦照美国就不当照台湾，一旦照台湾就不当照美国。会当照南极的，有时候袂当照北极的，所以讲，咱这地球啊，这个光都袂当完全照到够。所以讲吼，虽然咱一天会当啊来达到四个所在，确实这个光并无法度照遍三个所在。哈，所以讲啊，停料在宅，名不满十仞啊。这停料就是门庭啊，门庭料就是一种烧。啊，火在烧哦，只讲咱内面啊咧烧物件，哎，光明啊，不满十仞，周朝以七尺八尺为一仞，十仞就是七十尺、八十尺，意思是讲咱房的内面来咧烧这个火，这个火的光明也不过未超过十仞，不会超过七十尺、八十尺，这是真烧的意思啦。所以啊，阿弥陀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光明圆满呢？啊，亲像行到日月轮的这个世界呢？啊，以是因缘，所以起这个满净光明圆。就亲像日月光轮满足主体啊，日月光轮满足主体，所以彼岸的净土虽然真大功德无边清净光明啊，也无不充塞，就是。到极乐世界，所谓光明，无一粒无得着，所以叫做净光明满足，亲像镜，亲像日，亲像月啊，这个轮啊呢。下面讲比作丁宝性啊，记住妙庄严。我这两句名叫做庄严，种种的事功德成就。佛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庄严呢？从建立国土，用这个泥土，哦，像咱这个中国的这个宫殿呐，啊，用这个泥土啊，来去做呀，啊，为木甲石头为花冠，花冠就是假的花池啦，啊，种花的地方啊，假山呐、啊，假花池啊，啊，那这颐和园的是安尼嘛，假的对了，用这个木石头，咱差不多。差不多这个沙漠世界，不是用木，就是用石头啊！哦，啊，上最是讲加上钢铁安尼尔，啊，所以以木石为花冠啊，或雕金镂玉啊，雕金这个镂 ，l o 镂，四声镂，镂也是雕刻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讲啊，这金啊，这个那个雕刻啊，啊，意愿不充，充就是不满足。充就是满足啊，但是还不能满足，意愿不充哈、啊，也不当满足啊。或者是盈备百千巨兽仙骨，盈备的是各种造作、各种经营，那为了啥等？这盈备就是像咱这边讲讲为了啥等啊？为了啥等？吃这啥等吼？拼生拼死呀！目睭天金就是爱钱呀、啊。所以啊，啊阿弥陀在讲，咱啊背脊辛苦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啊，以此故行这个大悲心，讲愿我成佛啊，必须定报积聚，拢总有得着严的自然呐、啊，严的自然，上望以有余，自得以福德，上望啊，就是讲一切啊，这个外在所在啊，那么。妄就是泯灭，并不需要以有余的是一切造作啊，就是相妄于有余啊，这个有余就是一切造作啊啊，妄就是泯灭，单单讲的是本性具足，本性就是有具足一切啊，而且外在物件本性就是有具足一切，自得以福德，自得以福德，所以出庄严师众年。
皮手结膜，这皮手结膜啊，是翻译成中文的造一切者。那么这是第三十三天，也是第四天呢、啊？因为玉皇大帝迄个所在分作三十三部分，所以咱这个玉皇大帝啊，这个刀立天哦，又名三十三天，因为分作三十三部门啊。啊，像咱即马啊，就坚定窟啊，就高山窟啊，一窟一窟啊呢，干那高雄起码分作几落窟，所以啊，啊，这个天顶啊，托立天就分作三十三窟，三十三窟啊呢，啊、哦。那么三十三的所在，所以忉利天又称名又名叫三十三，乃是地色天的大神啊，就皮手结膜啊，是地色天的大臣。那么一起掌管建筑，就像咱即摆讲雕刻师啦、啊，哦，诸天中的巧匠啊，像咱即摆建筑雕刻师安尼啦，啊，真好雕刻安尼啦。讲纵使就是讲纵然呐、啊，有正伫天顶啊。这样一个雕刻的这个皮手结膜的工匠师啊，啊，功成妙绝，功成妙绝，机师结想，好、啊，将一切的思想啊，拢改啊，恶出来结想，恶出来，岂能取图？怎能取图？就是怎么敢想象呢？意思讲，极乐世界迄个庄严哦。唔是你地色天、道理天呐、啊，伫咧个玉皇大帝雕刻的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工匠师啊，连想都想不到，迄、那个庄严啊，生者就是本具啊，人生既然所是精啊，所生言的不精呢啊，所以经典讲，随其心精即佛土精，是故讲，彼诸真宝性啊、定宝性，其中有庄严，下面讲。无垢光焰赤啊，无垢光焰赤，这个赤身的赤啊啊，就是根金焰的意思啦。明镜耀世间呐啊，二十四页。那这两句啊啊，是名的庄严啊，妙色功德成就。佛为什么？文何故？就是为什么啊？起住庄严呢？讲看到国度优劣不同啊，或者国度好个甲歹差真多，因为不同个，所以关格有这个形的关格，关格既然有形的形成啊，所以就有是非啊。咱人的心啊，因为有是非有关格，所以感应的国家有关有格，是非既起，那么常轮三有。常轮就是常永远沉默在这个三界，三有就是三界。那么永远啊，在这个三界里面啊，啊打转啊，跳不出来就对。是故行这个大慈悲心，起这个平等愿，讲愿如果这个极乐世界光啊，哦真殊胜，第一不比啊，第一不比啊，那么。不如我极乐世界当中的人天金色，能有多者，就能有者怎么可能？意思就不可能，夺就是比，就是强出超过啊。意思就讲，不如人天金色能有多者？国文的是安尼倒装句啊，意思讲，西方世界所谓。拢不如我人天，我极乐世界当中的人天众生辛苦的金色心啊，能有就是不可能，夺就是比超过他，不可能超过他啊。若为相夺，哪位安尼来比啊？下面的比如夺就是比来比较，那是要来比的对，亲像咱世间的镜啊。我现在叫你写，你就写一二三一，拢共经过十三站的比较，我叫你写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你就写起来啊。如就开始写一，在这个地方写一，亲像世间的名镜，那铁金嘛来甲镜比啊，那么这镜就甲金嘛袂比值啊，对不对？过来第二，今日时中金啊，这个金呢、啊、写着二啊，那么今日人所看到的金嘛啊。参佛在世时的金啊比，那么咱这个时的金啊，就比佛在世的金啊，就未比值得着。
哎，啊，这得两过来的，下面过来三佛在世尊的金啊，那比阎浮那金，那么佛那些东西的金，噶都比阎浮那金，那噶差得点。那么所以讲，过来第四，阎浮那金，那要比这个大海中转轮王道中的金沙，那么阎浮那金就不行，就是讲比它差的对了。第四层的比较，过来第五，转轮王这个五，转轮王啊，转轮王道中的金沙，那比这个金山啊，啊，转轮道王，转轮王道啊，啊，中的这个金啊，金沙，就参这个金山未比一。第五种比较，本来第六，这个金山那比这苏米山的金啊，啊，那么金山的金就不行，就是比它还差了啊。第六、第七，苏米山的金那比三十三天阎罗金啊，苏米山的金就跟三十三天的阎罗金都未比一。七、第七层的比较，本来八三十三天阎罗金来啊，那么。三十三天的阎罗的金，那比这个阎摩天的金，那就不一样。拿过来，那阎摩天的金，那这个另外一张，阎摩天的金比这倒数头天的金，那不一样。啊，搁一张，过来，倒数天的金，哦，比化主宰金、化主宰天的金就不一样。啊，变得就杂到唔好。差不多哈，那个加落去，加落去啊！化自在天的金，比他化自在天的金就不行，那是十一了哈！啊，他化自在天的金，比阿耨多罗国中的金的光明就不行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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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比较，讲所以真好啊！为什么呢？讲比他的金光啊，金色的光啊，是为觉故夜生的，是无烦恼。感应出来的东西是清净心所感应出来的东西，那清净心就无不成就过，所以按照净土是无生令菩萨净业所起的，是阿弥陀如来法王所领导阿弥陀如来为增上缘，增上缘就是增强我们修行的力量啊，增强我们的修道的力量，增上缘。这是个讲五个光焰刺啊，五个光焰刺，刺就是很像燃烧，很强烈的燃烧叫做刺。明镜耀世间呐，耀的是光耀这个世间，耀啊能将世间呀啊，这是有情世间啊跟气世间啊，照耀着有情世间跟气世间，就是耀两种世间。过来，宝性功德草，柳嫩左右旋，曲者生性乐，过迦瞻林陀。先把笔拿起来，这个迦瞻林陀的底下写个印度啊啊，以前有一种草，柔软的草的名字啊，叫做迦瞻林陀啊，意思讲。啊，这个叫做世界为本性出来，这个功德的草是柔嫩啊，而且左右啊啊铺放在地上啊，所以旋的意思就是说遍满呢 啊柔嫩的遍一切处了啊，触则深深的，只要你接受的叫做世界，超过印度东西中的柔嫩的草啊，这是比论的对了啊，讲这四句是庄严曲，那你接触嘛啊，功德成就，复本何故起出庄严呢？讲建立国土，虽然啊，宝中金玉啊，啊，不得为依佛。意思讲啊，这个为的国土虽然有这个宝、黄金啊，啊，有这个金啊，真贵重的啊，金啊是玉啊，确实啊，金甲玉啊，未当做衫裤，未当做咱的衫裤就对。啊，一面讲珍宝名件，无异于夫妻。无意就是不能成为，无意就是无法成为啊、哦！于夫妓，夫妓就垫在底下的床褥，比如说我们的垫被呀、啊，啊，我们铺在底下的，比如说睡觉用的啦，打坐用的啦，这个夫妓啊，就是垫在底下的东西。
意思是讲，三宝世界或者其他的世界，虽然有这个真好的名件啊，种种的这个玩物啊，确实不能成为这底下的殿入。是思缘月一目不变一生，虽然有这种东西，思缘就是虽然有这种东西，那只是好看，却不合于我们身体的适用啊。有的为个诶看见，但是不能像我们躺着休息呀 啊。意思说能看就不能做，能做就不能看啊，只能用一种作用的对了。意思说生言二情啊。起伏矛盾乎啊，意思讲辛苦所感触的啊，目睭所感触的二情，就是这两种情形。那么起伏矛盾啊，这个矛盾不是说道理不通，是两种障碍的意思啊。那么难道不是两种情形吗？两种界限很分得很清楚吗？哦，是目睭会当看，可惜也不变一生，不变这个变就是不合。未到下咱身躯会用，无效就对了。所以心甲这个目睭啊是两种的情形啊，所以它是一种啊两种啊这个对立的物件。是故观言啊，属我国啊，属我国土，属这个极乐世界国土，人天六情啊。啊，何以水如？就讲，除了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人天啊，六情就是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所产生的感觉啊，啊，像水啊，啊，像牛乳掺杂在一起，没有隔阂啊，没有隔阂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清凉。除去楚业之劳，楚啊，就楚国业啊，就业就是楚业相争呢 啊，就看在这个建国的啊，这个建经啊，就楚国一个越国，所以啊意思说楚业界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啊，讲除就是除去这个对立的啊辛苦，所以七宝流刃啊。夜目变身，只要你把睭看得到，就一旦下你的身躯啊。这合身不是拿来穿的意思，就是很你包括身体，你要躺着要休息，通通可以啊。啊，买些穿起来，也买些看起来，买些倒起来，就拢在你运用就对了。所以家瞻林头家就是印度牛卵草的名啊，就是讲你触到你的产生这个快乐的感受，所以。都用这个来披露，住者言啊，写注解人安尼讲，讲这个三宝世界土、石、草木各有定体啊。凡这个人何言啊？木必宝为草呢？意思讲，凡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中意？是目睭看到的人啊，目睭看到这个宝贝，讲伊是草啊呢？啊。当伊其蓝啊，蓝就是当伊其蓝，蓝就是风吹落去啊，哈，那么草啊，对这个叫做这个风啊，出一边啊呢。当伊其蓝就是啊草啊，草啊受着风啊吹啊，啊多一边啊呢。过来就是绒蝇，那个念绒不是念耳啊，绒蝇。绒蝇就是草出身柔细的样子啊，草哦，这草啊都要发出来啊，真柔嫩的草啊意思啊，这绒蝇下面叫做苗，苗就是细的草啊，细的草，所以当以其蓝绒蝇苗，那蓝绒蝇苗就是讲啊，风吹的这柔嫩的草啊呢。啊，所以就比如，所以车波吉尼啊，下面讲鱼若参与，我写这个注解人，鱼若参与，写这个注解人，参与的是讲，我来个我来参悟这个翻译本它的用意，当别有图，应当别有用途。鱼若参与，就是咱咧讲这谭暖大师啊，自己啊。参考这个翻译的这个印度文，这个翻译过来的中文，
把它参考看看，参悟看看，哎，当别有土应该有其他的作用。身胜热者，你三心快乐的啦，啊，胜热的是讲，咱接触的印度以及冷草，会生这个执着心，啊，生染着了，会生这个执着心。笑比冷暴，生法喜乐，啊，笑这个比啊，冷暴啊，笑这个极乐世界流那个暴呢，会三心欢喜充满，会快乐。所以这两行代志相悬，就是差别很大。所以非圣如何？那么极乐世界不是很殊胜，那又是什么呢？你吃到印度，而且流那个草，而你也执着；确实你来吃到啊，极乐世界，而且流那个宝呢，会三心欢喜充满。所以这两行代志是真大的差别的啊、哦。那么极乐世界是不是很殊胜呢？是果讲，宝性功德草，流嫩则有闲呐、啊，出家生性乐，贵家占领土。那边讲，宝花千万种啊，猕猴滴流转，蜜蜂动花绣，高处公卵转。啊，那么这四句是名庄严主的功德的成就。佛为什么要发这个愿来庄严这个极乐世界水呢？啊，那见有国土或云，云就是江跟水，江水的大波，云啊，也是逆云逆，属于江水的大波，洪涛，这个洪就是大啊。涛就浪，大海的波浪，哎，那这沙漠世界水的是安尼，江的水啊，哦，大海的水啊，波浪啊，啊，过来，紫墨，紫墨就从地喷出来，叫做紫，喷出来金段力量，墨就是跳动的水，跳动的波叫做墨，啊。中国人这个创造是很不简单，将这个水的味色啊，解释个有够清楚的。直就是喷出来的水，大缸的水就对。墨对，喷出来的水跳动，会惊人就对，隆隆叫啊呢，惊人。直就是喷出来的水，墨就是跳动的波，啊，或凝湿。啊，凝就是水结冰，湿就是说啊，这个冰化掉哦，流下来。哎、啊，简单讲，这冰啊啊融化啊，但是流落来一块冰角啊，隆隆叫啊呢，哎破坏一切土地。凝湿就是讲这个凝聚的冰块化解而流出来啊。底下的斜啊斜，两点在一个夹，那个念斜，西耶斜啊，和谐的斜，这个音啊，这斜啊，我查这个字典呢、啊，查这个康熙字典叫做动向显著，金明显，哎，动向，听着南极跟北极啊呢，南极跟北极啊，那底下两点在一个叶，那一念叠。叠的一叶叠，上面是斜，一个夹是一个斜，西叶斜，那么这个叶就是的一叶叠，二声叠，斜叠的动向显著，哦，很冷冻啊呢，冷冷冻啊呢，因为触的是令心有种压迫感，触就是啊逼迫哦，和心感觉一种压迫的物件啊。底下一个木在一个家，那个念家，家就是套在井上的形迹，哦，套在井上啊的形迹，从这个人的头壳啊，啊，个空的，两只手啊，哦，个用个头前，咱来看锅中的物，叫家。怀泰，这个泰就是私藏，那个念泰，一个带在一个心的念泰，啊，太太的太，太平洋的太，那个音啊。
这个处家怀胎，就是讲哦，拢会互咱感觉有种压迫，互咱感觉袂自在，哦，好像套在这个井上的刑具一样。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怀着一种很恐惧的啊，反反复复的心态。胎就是反复无常的思常啊，相无安悦之境。我觉得江河的大波、大海的大波、喷出来的涌泉跳动的波、冰水融化的这个冰块，还有冻结之象，这个都会让我们不自在，有压迫感。象这些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让我们很不安，象无安悦之情啊。所以啊，悲有恐执之力啊，悲就是负，负执就是欲啊，啊，惊人呀，去渡掉啊就袂话，而解除解除解个一半一个变革啊，就大海啊吞噬啊，去到北极啊，我看了啊是南极拢冰冻，哇啊车派去啊是讲啊跑到那个地方没有这个食物啊，你都一定要寒死的啊，就恐执之力啊，是讲要发配边疆。哦，发配到这个寒冰地冻的所在，哦，较早就是在荒地，啊，你得发配去的所在，哇，都袂哇，啊，袂哇，即恁拢唔知影呢？讲到中国的东北就好，你们没有练过这个地理啊，不了解这种冰冻的可怕。那几个更体哈，几个更体哦，你练过这个西霍斯拉力或者张力的时候啊，啊、哦。那这个钢铁啊，我们呢，这一般的钢铁啊，那用钢铁来钢吼，那不可能。你若讲一个冰冻的这铁啊吼，来到北极的时候，弄到一个水吼，钢铁钢流水等于脆，一里面的组织，这个 sea force and bending moment 的拉力跟张力完全破坏，这个组织系统，所以呢，脆必紧脆。啊，一个就断，啪，那水断去。啊，这款物件，哦，你若在北极，耳孔懵的耳孔都无去。你啊，透早爬起去放尿，避冰棒。啊，你啊，那讲像咱即马这款车就对了哈、哦，像咱这款的车，像咱这款车，咱这款的车呐，在北极发袂叮当，发袂叮当。伊这咱这款车呐，在北极还是南极要驶这款车，必须要。透早爬起行两点钟，啊，无内面就爱灌酒精，啊，无吼，马上就冷冻，完全袂叮当。所以啊，那是叫花配边疆啊，那还是真痛苦啊，是恐执之力，就唔通去拄着，那去拄着南极北极话就袂话，啊。所以说菩萨见此啊，心大悲心。原我生活的时候，所有堤啊、泉啊、啊流泉啊、堤礁啊，啊跟宫殿啊相称，哎，建得恰恰好。26页啊，种种的宝花，不为水色啊，讲微风徐散啊，慢慢的吹来啊，应发有序啊。应发有序啊，应发的气功啊，气功 啊反射回来的、啊、都很恰到好处，袂互你惊乱的着，互你开神悦体呀，互你啊，你精神呐、啊、欢喜呀、啊，互你身体呀、啊、健康啊，无一不可，是故言啊，无一不可，这个可就是喜悦，没有一样不会让你不喜悦的。可就是内心很喜悦，就是可吗？是不可就是不喜悦。哦，你给到世界就无一项，让你未爽快就对了，非常的爽快就对了，都唔知道要安怎讲会好就对了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听到这款的佛法，那更加放弃，未晓要来出家修行。实在正讲，啊！若要在家，佮袂晓讲放下这个名利、男女的感情，伊是真功的人，错误的人，啊！
进入世界哦，敢那无量无边的财产，啊，咱今仔日敢那善人三宝世界啊，啊，咱今仔就是讲看到眼前的暂时的金钱、男女的感情，啊，就一直嫉妒，一直嫉妒，咱拢唔捌去想着讲，哇，极乐世界到底有偌好，一个老哦，一杯一醉哦，一个假清，一个神通自在，进入世界，咱那是讲会晓冷静的人，暗时啊，免讲啥物，你敢那坐哩，啊，你一直甲关。像讲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龟婆大藏经啊，咧净土一直赞叹，无人讲会对娑婆世界动着一点的柔软都袂，就敢那想讲要赶紧死死的安尼尔。伊是无耻的人，才是对这娑婆世界，才产生感情，执着金钱名利，都看袂开。大智慧的人吼，伊绝对袂去留恋这款物件，绝对袂去留恋这款物件。啊，因为这世间的人，你若讲像师父今仔日哦，假设说啦，讲笑啦，讲假设讲像师父今仔日的财产啊、赛车哦、啊这个电风啊、冷气对不？哦啊，人佫无讲真歹，这边啊世间人就无得唔得娶几个咯。就开始就要享受咯，就开始就讲要追求咯，要不？我一点啊，我都不会安尼想法。你看要做啥？你能做什么？死也先炸起哦，对不？啊，这款的物件是更皮做的啊，我要来叫世界柔软啊，拿出一杯啊，我坐一动也袂飞啊。啊，袂白来白去也无好，啊，即马这水质对无？啊，食咧到底阁会闹屎，各样的水质阁有够歹，啊，即马阁咧闹水荒。你若冷静想起来，你无人要带这娑婆世界啦，上。你是戆的人，唔才戆的对这娑婆世界，这金钱、名利、男女，哎，开始一直强烈执着。你若冷静小想一下，极乐世界就是无求当中咱。上界希望要去的所在，所以我来念阿弥陀，像我平常在用功，我在念佛，跟你们念佛不一样的，我那个念佛力量大，我来念佛，我拢安尼想，规个宇宙当中，只有极乐世界，只有阿弥陀是最究竟的，哈，极乐世界要去极乐世界，只有靠这句南无阿弥陀这六字，我今麦在念这六字的时候，我无使用力。变我的生命流念，那是像什么啊？难道我还在悠悠善善的念吗？啊，你念阿弥陀，那么阿弥陀阿弥陀，来一边看电视哦，我才不要呢。啊，念佛念佛，啊，死去哪里？你洗身躯，你说你母还念佛，一直念念念念，你个面子骨，我念佛，我来看你念佛讲，我的念佛拢先关照，这个时阵，这个鬼的污浊里面，阿弥陀包括一切。三宗在你部经典里面，所有拢包括这六字，那我阿弥陀佛解决你的一切。你要到极乐世界，你要有钱就有钱，要车就车，要神通就自在，要看极乐世界，他方世界拢总有，就去极乐世界就什么拢总有。啊，那么你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心情来念？一个既然咱伫个过二三十当就要死咯，就一旦拥有什么拢总有的所在，我什么拢总有。我唔去哦，啊！我点解三宝这个该拍喷哦？都无咧推个，那要念佛小冷静一下，啊，小想一下，你就知个啊，这个通通是假的，一点都不会留恋，一点都不会留恋啊！为人咧加工，我就师，我生生世世，我发愿要来这个或者，对，或者啥？娑婆度众生，娑婆度众生，哎，有一个啊，做诸仙的人，为了做诸仙的人，哦，伊参加这诸仙会，伊讲，阿叔，我发愿生生世世要来娑婆世界行诸仙，我讲有够啦，才安尼讲，后出世唔知要出世做低母，还是高母咧，唔知影咧，你只是两做人，你就讲哦，我后世点要从啥，其实很简单哦，你敢知你后世点要从啥？所以唔法官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吼，迄个是众生啊，迄个愚痴的人唔是安尼想法。我即款的根基，
都唔敢留伫沙婆世界一点，一点啊都唔敢留。你按怎要去化缘，要生生世世留伫沙婆世界？你头壳歹去啊！你是龙树菩萨呢，还是印光大师？迄款拢唔敢，然后迄拢叫你化缘往生极乐世界呢？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拢叫你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？迄款的等觉菩萨呢？你算老几？老大呢？所以啊，咱人啊，无拄着碰到善知识，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用功。刚才一提醒我，哦呀，来世要出世，再出家做法师，还是我们做慈善，错了。来世不可知，你要在那重新，你都唔知，我不跟你骗。一定要坚决放下娑婆世界的一切，一定爱决定心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世间上大智慧的人，也就是佛上界啊，会听的一个音啊，佛听一下，听你念佛。佛一知你伫娑婆世界危险，伊就叫你来来来来来向前行，你啥物拢唔惊，来来来来，你就往生就对，你就来，你就来就对。哦，向前行，即句话是要往生的人唱的呢，唔是咧巧，我都不爱唱的人呢。哎，向前行，我啥物拢唔惊，就是要往生的人，就唱即句才有哈咧，听无？你跳乌托邦，现在拢唔惊，精神你现在拢会惊，所以宝花千万种啊，迷雾池流泉啊，微风动花叶啊，交错光乱转，那、这个乱转不是欧北转的意思，这个乱转就是光明很大的时候啊，遍满一切，叫做乱，啊，转动。那边讲经典诸老哥啊，观十方无碍啊，啊十秋以功色啊，波澜片为焦，这四句是庄严第一功德成就。佛本何以故起出庄严呢？啊，佛为什么要发起这个庄严呢？这个愿呢？建有国土桥，这个念桥，七一凹桥，二生桥。高的意思，下面叫做窑桥窑，这个窑就是山高的意思，也是山很高的意思。桥窑峻也是山很高的意思。岭啊，岭岭啊，山岭啊，山的最高的地方岭。桥窑峻岭，下面枯木横能。这个念能，能就是山很深的意思。泽啊，底下那个念泽，一个山在一个金的念能 ，n e n 能。泽山在一个座，那个、念泽 ，z e 泽。底下山在一个个，那个念鹅。哦，你唔知道我刚才查字音查到有咩起笑诶？哦，你大家都唔捌做古怪。哦，你当天都唔捌，我来查到凌晨哦，安尼还你拢无困，就是查这几字啊，山不整齐的样子啊，各走各的山势，山不整齐的样子，下面行啊，山很深的样子，底下林 l e n 林哦，这个山很深的、啊、无涯啊，金青啊，底下那个念烧。烧，火烧啊，摩天楼的烧，这个阴啊，烧，烧就是恶草的意思，有毒的草或者是不好的草。烧底下在这里毛啊，这道路啊，很多草的意思。底下营或就是溪谷，开阔的充满的最低的地方，营就是充满。啊，祸就是溪谷，啊，蒙蒙长海啊，啊，为绝目之川，绝目就是一望无际的川呢、啊，绝目就是眼睛啊，看啊，近很近很啊呢，
底下蓝蓝广泽啊，风吹过来啊，一片的沼泽啊，为无中之所，没有办法到达。那就会沉落去啊。那些沙婆世界就是安尼，大家就是关山啊，啊无就是沼泽，啊无就是沧海茫茫啊。就是菩萨看就是安尼啊，兴大悲愿啊，讲愿我国土地平如浆啊。啊，土卡的病啊，亲像咱的将啊呢，啊，宫殿老阁啊，行立十方啊，行啊，像镜子一样没有障碍，这是比喻了，镜那十方就像镜子一样重重叠叠都不会有重叠相，啊，行，你搁较侪人徛一下，伊嘛是同款啊呢，所以镜那十方。地无所属啊，可以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，亦非不属，也不能说它没有一个啊所属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肯定的地方，也没有说没有地方啊，本性是任运自在嘛啊，所以宝树宝兰，波求波兰，何为应是？是国公宫殿诸老阁，观世风不改，杂秋以公性。波兰片为教，底下啊，无量宝高乐，乐梦片虚空，种种灵法相，宣土妙法音。讲这四句啊，名叫做庄严虚空功德成就。好，为什么起这个庄严呢？虚空的庄严，讲经由国土，讲烟啊、魂啊、尘啊、雾啊的蔽中太虚啊，啊的障碍这个虚空啊。讲正列啊，那个念尘，痴恩尘，那个痴啊，不是两撇的痴。先一横再一恩啊，这个痴啊，恩尘二声尘，要念尘，底下那个念祸，呵勿卧祸，尘祸从上而堕，意思就是说哦，这震动啊啊这些种种的东西，那么落下东西来啊，落下东西，比如雨呀、啊、那大雨呀、啊、下从上而堕啊，不祥，那个念灾，那、啊、不祥，那个灾的古字啊，啊灾也本来的呀、啊，火灾的灾啦、啊，不祥灾你你呀、啊，那你讲一讲彩虹啊，一种一种啊彩虹啊，那么，美字空来啊，为空中啊，现这里不吉祥啊，不吉祥的那个。啊，征兆啊，犹如霸端呐、啊，危机毛树恐惧呀、啊，因为恐惧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毛树，所以菩萨见处的行处待避呀，讲愿我国土宝梦高乐啊，啊，这个东西宝贝的掉，虚空中的东西宝贝的掉，啊，乐遍虚空啊，灵夺工商，这个灵就是小的。啊，小的朵就大的大钟里面的那个打的那扣钟啊，叫做朵。工商就是中国的共有音乐的啊，零朵工商啊，这里零啊，零就小啊，朵就是大的钟所发出来的声音。明宣道法啊，一堆感人说法，看啊，习之不厌。看故啊，啊为厌恶，怀得见得啊，那么啊，内心充满着这个道心啊，见到这个内在的德，是故安尼讲，讲无量宝高乐啊，乐梦遍虚空，种种莲花香，宣土妙法音。下面讲不花一啊庄严啊，无量香破分。雾啊，这热的意思啊，这空中呢，落这个灰啊，无着衫裤，种种的庄严啊，个无量的香啊，破
好分啊，唔是咱这三宝世界啊，拢无闻到这香啊。这两句名是庄严有啊，功德成就。佛本何以行出庄严呢？恭敬于国土啊，欲以福摄道地啊，啊福世啊，啊就是讲啊，这个庄严的宝哦，啊来铺这个地啊。啊！要来宴请这个高僧大德，所尊就是这个高僧大德要来说法啦。啊，或者是用一香花名宝啊，来恭敬这个高僧大德，来请伊来说法。确实啊，啊，要用这来供养啊，确实啊，而就是但是啊，福报不够，业平就是福报不够哦，业啊，生生世世所带来业都无够，诶，迄个福，所以啊。感报感应的福气啊，较报安尼，所以啊，咱每当用好的物件来供养，是世事不果，就是讲啊，这款代志啊，每当随咱的愿，是四个行这个大悲愿，愿我国土常有出物，定定会当啊，落这个物件来满众生的意思啊，何故以物为言呢？这个雨当作动词，就落的意思啊，落下来的意思。从今啊，初雕安尼讲，那是上有这个花啊，跟这个衣啊，那么应该归虚空拢是啊，也应该天塞虚空，并且充满了虚空啊，动着虚空啊，何言不空呢？为什么袂安尼呢？啊，所以是个以物啊，啊以物啊。来譬如哦，讲物色时即无风涛，啊，这个念涛，涛就是水势很大的意思。这落雨那都多好的时阵啊，那就袂种淹大水啊。之欢安乐报就是叫世界啊，岂有累情之物呢？那么哪里有增加众生的负担之东西呢？累情就是。增加负担，使这个众生增加负担，这个通通是累情之物啊。经典讲，讲日夜六时啊，有这个宝衣啊，啊，有这个宝衣啊，宝有这个宝花，这个宝的质啊是柔嫩啊，那脚那个拉落去管顶啊，伊就变落去四寸，脚那压起来，伊就个恢复，亲像地毯呐。啊，地毯啊，无够四寸啊！啊，咱这个叫世界啊，落落来灰啊，佮芳佮流嫩脚啊，落着哦，阿免惊擦着铁钉啊，阿免惊去擦着玻璃啊，擦着玻璃。像我较早去捡这个拍梯啊，捡纸的时阵啊，捡纸的时阵，哦，去落着这个玻璃，好像我这脚，我这正脚，啊，正大，咩个铁轨尖。啊，较早嘛真艰苦过日啦，啊，就纸人啊歹咧，就咧捡纸啊、捡歹滴啊、散啊、无啊多啊，或者三顿啊，透早就出门啊，哈，啊，就无较早无啥物穿鞋啊，穿鞋啊，拢穿迄个开脚啊，鞋啊，拢穿迄个合一样，哈，先洗头咧安尼哈，破鞋啊，安那较早人美国拢咧救济古灵粉啊，救济啊。讲到过去啊，会当拍一支电影啊，唉，艰苦啊！所以我为啥讲要求生极乐世界，那这么强烈的是安尼，病苦啊，散车啊，啊，所以讲，是今麦做法师咧享受个不较早艰苦诶，也是今麦做法师人宽便便哦，诶，好命哦，所以我唔捌咧不低调诶，凊彩食啥，凊彩喝。那么对我安怎我拢好，较早伊要善事也敢有，啊无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人啊，这个福人无够，就是安尼，要互咱觉悟，增加这款境界来，更加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愿力愈强，愈强。我从来唔捌有一日讲退得心，还是讲我要留喺娑婆世界，还是讲有一天到今日，我就出去到今日，每一天拢一直祈求。极乐世界往生，唔捌讲我替去度念，还是讲我无要去，还是讲什么代志予我影响，我唔捌，从来没有过。
所以这个观念也是到今天也是还存在啊，为了去这个四寸啊，你看看这极乐世界好好到什么程度哦啊，那卡那亚起来还好，如果恢复本来面貌啊，用了就入这个宝地，像是水啊，入这个坎，坎就是低洼的地方，是故言有花有庄严无量香普分啊，下面讲佛慧明净力啊，知色起暗明啊，这两句是名庄严光明功德成就。不本何故啊？行出庄严呢？讲建立国土，虽然定备啊，日光备就是照射，日光去照射着，顶备就是被这个日光所照射，虽就是沙婆世间呐、啊，日光照照下，并未开大地会啦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安尼。建立国土啊，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不是极乐世界了哈。随后顶背日光啊，这个、塔克顶啊，接受的日光的这个普照啊，就是啊，以此所按。日头照了，未开智慧啊。咱这三宝世界日头照了，嘛未开智慧的对。你那个日头照了，开智慧，规工提来那日头中拍，对不？就拍了也未开智慧，拍了会戆去啊，拍了会戆去啊，啊！他早阮奶奶招会时，拢嘛呢？哎，甲隔壁讲，哎，放我倒了，放我倒了，啊，即嘛两个做位在遐困，啊，这做学生大家买拢会安尼，就是讲，其实无影，啊，就点么笑，点么笑，点么笑，我讲，唔笑先大声，等你靠，你混到主任来，该死，我话你骗呢，啊，就惊倒落去，啊，就休休息，啊，倒下去的，啊，就叹，啊，伊这个学校伊个惊讲你真正，佮真正讲昏呢，对吼？啊，所以拢会假哩，拢会假，做学生拢卖安尼。啊，所以你头咧拍啊，也未开智慧，也是个原因，是我国土所光明，令地起暗。那叫做世界光明照着，农民看经典，破地即个起暗，安尼看偌好。那未看车的人，那叫做世界，敢那坐遐子就开智慧咯，也没看车，就敢那。接受的拍这个日头光，安就开智慧了。那些唔捌你的人来叫世界这特懂诶，农民看车坐遐，伊就开智慧，伊这光一直照来就开智慧咯。要食想就来，啊，唔食就去啊，吼吼，真好就对了。讲是真好，你佛的智慧不为无稽之事啊，啊，不为无稽之事啊。啊，也讲按照国土光明，将如来智慧报起啊，会当伫这个世间的黑暗啊，啊，世间的黑暗，从经典讲啊，奉行有国土啊，以光明为佛事啊，只要你见到佛的光明，就叫做世间光明，你就大开智慧，所以讲佛慧明净力啊，地色甘咪起暗明，哼，咱三宝世界无法度拍到他个耳咪讲伊啊，啊，欢。声五千万啊，比妙文十方。讲这两句啊，名叫做庄严妙声功德成就。佛为什么行这个这个愿呢？建立国土是有显化啦，伫名声不忘啊，名声不忘啊。意思讲虽然有显化啦，却是名声不忘。那虽然有名声，虽然真远啦，也无微妙。有名声妙愿啊，也未当让众生来悟。所以起这个庄严。天竺国就是印度啊，印度清净行修清净世界，清净叫做梵行啊，清这个妙殊啊，妙殊叫做梵言啊，就是讲啊，这真微妙的名殊叫做梵言啊。讲比国贵重啊，贵重的尊重这个梵天啊，啊，印度自己自认为是大梵天的后裔啊，印度认为自己是大梵天的后代了、啊，所以以梵天为尊重啊。得以梵天为赞叹呐、啊，一言中国华以梵天通。那、啊、这个要小心，这个就经典没有弄清楚的话，一定看错了。啊，一言也说中国，这不是中国，这意思这里面的国家的法力。那、啊、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也谈到。
他们的法力国华也复合梵天。哎，也言中国华啊，这不是中国，中华民国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时候也没有一个中国，也是那个中华民国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中国啊，是他们是指印度的啊，那里面的国家，那那边林瑞亚啊，一些有佛法的地方啊，称为中国，哎、啊，以梵天通故，这生者名也，名叫做安乐陀名，经典讲六林但闻安乐净土的名，那有。有关往生也得有关，书名我不知情呀，啊，就讲只要你愿往生也得有关，你只要听着极乐世界的名，有关往生，你就会当往生。这就是我不知情，你听着极乐世界，你就要极乐世界，你就会当往生。哈、啊、哈，听着想要去就会当去。释论安尼讲，如是净土，不是三界所立，何以言呢？无欲，所以非欲界。啊，地基因为咱个叫做世界，原来有土卡，有地，啊，但是这个地是微妙的色啊，啊，但是伊不是色界，色界不是住伫个地啊，色界是住伫虚空啊，啊，那么有色啊，因为色界有色，那么因为叫做世界啊，那么是有色，所以啊，非无色界。会不会